各位议员同仁吼，管路以及主管吼，咱以及咱的媒体所有者先生吼，各位先生，大家好早吼。今仔日呢，是咱第三次定期会讨论提案呢。今仔日拢总有四十个案。管路呢，教学案呢有教学案。咱议员提案有三十一个案。咱即卖呢为教一案开始审查，请书记宣读。甲一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官。案由有关2005年度嘉义县原住民族地区简易自来水系统营运计划，经汇计新台币6213750元整一案，厘清同意先行垫付是否列入2005年度追加简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是否列入2005年度追加简预算转正。各位议员，咱对甲一环有啥物意见无？那无安尼教官来通过吼。甲二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官，案由有关教育部核定办理2005年度补助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推动国际教育经费案，计新台币39531元整，拟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列入2005年度追加简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列入2005年度追加简预算转正。各位议员对咱教二号案有啥物意见无？啊，无安尼教官通过。甲三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官，案由有关2005年度嘉义县政府提升营运剩余土石方管理宣导讲习会补助计划补助款一案，合计经费新台币100000元整，拟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列入2005年度追加简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列入2005年度追加简预算转正。咱各位议员对咱甲三号有啥意见？那无咱叫官通过。甲四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官，阿尤。有关2005年度违法屠宰行为查起计划等共六案，计新台币491800元整，拟请同意先行垫付，是否列入2005年度追加简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是否列入2005年度追加简预算转正。各位议员对咱甲四号案有啥物意见无？那无照官通过。甲五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官，案由有关民雄乡卫生所变更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图说及室内装修合格证明补发及消防安全设备增加预算一案，经费403000元，拟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列入2005年度追加简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列入2005年度追加简预算转正。各位议员，咱对甲五号案有什么意见无？来。那你局长呀？主席，卫生局局长哦，我请教你，这个案哦，是安怎爱搁动用，搁动用43000元，要爱搁动用？当时迄阵啊，咧起的时阵，那无申报。好，你说明下。好，议员老早吼。这个案吼，基本上伊一开始的时候，民雄迄阵做那个耐震工程补强的时候，补强完以后，本来以为那个钱是有够的，结果落尾啊，伊迄个补强了，才发觉讲啊，因为伊的迄个室内，咱即马符合这个室内规格的规范吼，料爱搁做试装啊，加迄个消防的补审，结果审出来的话是说啊，还要再增加这部分的费用，所以迄阵一开始估的时阵，其实这进前有钱付完啊，但是无够，变成欠一点啊。所以讲，加拜托讲啊，由我们医疗基金结缴县府之后，然后拜托你。啊，你医疗基金拿多少？医疗基金现在大概还有。去年都骨损拿多少？还有大概1000万左右。什么？1000万左右，嘿。刚去年是4800吧？啊，这4000就拍者，记唔到嘿。哦，那预估今年是4300嘛？是吧？感谢，嘿，是。啊，你要动用这内底的钱？啊！你我想要了解，就是讲你当时迄阵啊，迄阵啊时阵，那无申报啦。当然，这是毋是你的责任嘛？可能较早总局长迄阵啊做的吧。无要紧，嘿，无要紧嘛，是我的负责，嘿。伊也吸收啦，嘿。哦，还做好啊。啊，因为迄阵因估的时阵无估到迄个消防啦，啊，即马咱拢对消防较注重哦，所以有估起来啊，就钱就蹦出来，啊，蹦出来差一点啊，
所以阮才阁签文讲来、哦、来。即马公共要公共安全做要求做两下注意，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各位议员，咱阁对于咱甲五环什么意见无？啊无，安尼即将无问题啦吼。好，啊，照管通过吼。甲六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冠，啊由有关内政部核定补助本县办理0206赈灾补助危险建筑物拆除计划，东石乡网寮村网寮社区水塔拆除一案，经费新台币820000元整。拟请同意申请垫付，事后列入2015年度追加检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先行垫付办理，事后列入2015年度追加检预算转正。各位议员，咱对咱甲六号案有什么意见无？那无照管通过哦。甲七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冠，案由文化部文化资产局补助办理国定古迹新港水仙宫修复工程案，经费计新台币855000元整。拟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列入2015年度追加检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或先行垫付办理，事后列入2015年度追加检预算转正。各位议员，咱对甲七号案有什么意见无？无，咱照管通过。甲八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冠，啊由简颂尼报会拆除梅山国民小学等三校建物案一件，请审议。办法是贵会审议通过后，建物已逾最低使用年限，同意报废。各位议员，咱对甲八号案有什么意见？无，咱照管通过。甲九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冠，啊由有关内政部营建署补助本府办理2004年度整合住宅补贴资源实施方案，之资金补贴中央补助延以新台币1213万2000元纳入2005年度预算，因调整户审合格人户数，核定补助本县2005年度中央补助将会为新台币1533万6000元。增加新台币3204000元，拟请同意先行垫付，事后列入2005年度追加检预算转正，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或先行垫付办理，事后列入2005年度追加检预算转正。咱各位议员，咱对甲九号有什么意见吗？那无按照我通过哦。来，李家下来。税平姐，税平姐。那个进化处吗？还是要在住？那进化会？金发处长，大会主席那个陈议员，还有各议员女士先生哈，那有关蔡议员所关心的这个有关于去年104年度整合住宅补贴资源的一个实施方案的话，那原本营建署在年初的话是核定是330户啦，那经过我们县府在年中的时候，我们再争取的话，增加到总核定户数是374户。那依照那个营建署的一个补助的一个原则的话，我们县府必须负担10%，那中央补助90%，总共有337户。那因此增加的部分，总共有中央补助3204000元整的部分的话，必须要再纳入我们县府这边的预算。你的心脏符合要件哦，哎，有一个资料吧？有。哎，需要我本小姐好不好？好。哦，什么小米各五户，还把它审查的要件呢、啊，好不好？就是各申请的，就是那申请的资格那个的那个规定是。整个住宅啦，整个住宅的申请的户数的标准啦，对啦，那明细哈、喔，还有申请法哈、喔，整个提供给议员好不好？哦，记者过来好不好？哦，阿就拢把这些。伊所有的明文的部分，申请的资格部分，要哪审查，要哪申请，求咱议员，用书面啦，好不好？那政法处这边，好不好？好来，咱所有的咱教员哦，咱立议定啦，各位议员，咱一号案吼，拢总有31个案，是毋是？咱有议员的部分，要来予咱各科室的。来有要提问无？若无咱一号案哦，31个案拢立议定。咱议员呢，今仔日拢有来遮拢交予人事安，好无？三十一个案嘛吼。好，来，文珍。
我刚看了一下那个五号案啊，第乙五号案，那个黄宜均议员提案的，那个生育补助每胎由6000提升到应该是10000元以上，少两个字。哪个？五号案的少哪两个字？10000元以上。哦，10000元以上。对。就少了点以上，就提升至10000元以上了啊。对对对。那我们加入修改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好。啊，咱各议员哦，啊，咱就一号案呢，咱全部议员拢加入人数了哈，啊，拢纳入议程内底，哦，啊，感谢咱各议员当年呢，啊，大家诶配合，哦，啊，感谢您，哦，啊，就安尼散会。